天起，全国同步展开春安工作，台中市以取缔酒驾为首要任务，并且介绍新成立的特警部队，未来将是治安维护的强悍生力军。南投民间乡栽种萝卜的面积不大，不过独特的红土加上农民施以特调肥料，让萝卜有着水梨般的清甜滋味。云林县开办食物银行，帮助社会边缘户，成效良好，企业团体纷纷响应捐赠物资。